打造经济护国群山，竹科成立43周年，举行元庆活动。新竹县市首长以及苗栗县副县长都到场同贺。除了专题演讲交流之外，也颁发15家创新产品以及研发成效奖等，要让竹科持续站稳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关键地位。身穿代表科技的银色服饰，护国神山台积电热舞社劲歌热舞，魅力四射。竹科43周年举行竹建四山开辟群山庆祝活动。我想竹科的特别是公司都是协力一起来推动，所以不分彼此，那变成是台湾是世界的竹科。竹科创建43年，致力打造护国群山，产业、科管局和地方政府三方合作，做好园区建设，并朝电动化发展，落实低碳科学园区环境。新竹县长杨文科、市长高虹安和苗栗县副县长都到场庆贺，提及高铁桥下联络道延伸至竹科，明年3月就能通车。县市跟携手合作，打造环状线捷运系统，要缩短通勤距离，疏解塞车。政府对我们竹科大力的投资，我们宝山交流道、第二交流道也在进行的，我们的捷运系统，高虹安市长也跟我打造一个环状的这个捷运系统。我们的先导公车，也就是我们第一条新竹市市区公车进园区的这一条公车，我们也即将来上路了，直接从火车站，然后清大、阳明交大，然后进园区，那出来的话可以到高铁站、到生意园区都可以串接起来。现场有 Y Taiwan 专题演讲，也颁发15家创新产品研究成效奖等，要让竹科站稳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角色，带领台湾持续为技术导向的科技大国。